大家好，我是西凤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士兵超防水多功能刮胡刀。来，别挂心刮胡刀，这刮胡刀也好嘞，不是爱刮刀。你家菜庄很简单，记得是刮鼻毛的，也很简单。那个差了点，就可以剃鼻毛了。先讨个大回忆，泡沫气流，安尼给呢，谁让你鼻毛？是不是简单嘞？多记得。剃头毛的，剃鬓角的，奇怪奇怪奇怪！你刮完胡子，啊刮这鬓角，哦，红绿绿哦，这是我老的胡干，也好笑。所以我从老自己刮胡刀，得当清洗外门面。来，看这么大的毛边这，刮鬓角的。这个刮胡刀，几个功能，就是你适应呼吸就好。你买刮胡子，因为伊是规支拢是防水，我等下试下你看，咱规支甲弹落来，有无？还可以弹呢。你放心，这规支是防水，所以你来适应呼吸就好。你买用的刮你，啊，你若要清洗嘛，非常简单，擦背，哦，落落的。啊，若无够，佮送一个刷子互你，会当清。啊，一个露露的，蛮特别，来点灯，安尼就用的啊。你做刮胡刀，不管什么节日，你要送你老公啊，你的爸爸啦，你的老公啦，男朋友啦，这种非常的俗，而且一定袂人去做的，俗个破碗，你自己握吧。非常符合人体工学，而且这条有够轻的啦。刚才讲，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，最实际的，这是推荐给你，小个短袜，士兵多功能超防水刮胡刀。